岁的那一年，他生日的那天，在他妈妈的坟墓的旁边买了一块坟地。生日那一天哦，如果今天你们生日啊，我们的富贵山庄的这个生命规划师找你，哎，今天生日 Happy Birthday， 你要买骨灰瓮吗？那太俗气了。所以不要有这样的想法。你像王菲妈在生日那天呢，就为她的，就给自己在妈妈旁边买了一个坟地。然后呢，王菲怎么样？她真的是天福天寿天丁天才哦，她又生了孩子，演唱会很多，钱赚很多，对不对？她最厉害的一点是什么呢？老公一个换了又一个。这个是开玩笑的，她真的是换了几个老公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说这个你不能够不信的啊。而且你知道吗，在外国我们看到了，在英国